有关说法十分荒谬，纯属无中生有。近日，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，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，而是政治解决危机的倡导者、劝和促谈的推动者。正如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的，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私利，处心积虑阻挠和谈的努力，甚至炮制各种谣言谬论攻击抹黑中国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当中方为和平而奔走时，美国却宣布再提供$3.5亿的武器装备，谁在低刀拱火，谁在劝和促谈，世人有目共睹。中方的主张旗帜鲜明，一以贯之，在和平与战争之间选择和平。在对话和制裁之间选择对话，在降温和拱火之间选择降温。中国没有政治私利，不搞地缘操弄，真心诚意致力于劝和促谈，推动停火止战，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。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纠正地刀拱火、甩锅推责等反和平的言行，和国际社会一道，真正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，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政治解决。